过来的话，势必会吃到一些枪线。看一下给的压力如何，Ninja先把泡泡给放倒。哎呦，那这样一来的话就必须得打了。不过 DT 近点其实就只有两个人，先给点投掷物的压力，泡泡已经被补了。后续地现在是，哇塞，明黄一鸣的出枪是放倒林强，赶紧 K。木子李也被小左给放倒了，这个分数林强的分数是让 Ninja 给拿下。DT 的队员这个时候赶到的话是会全员淘汰掉了 CTG。哇 ，DT 这几把的分上的真的不小，而且淘汰。当然看后续圈过不过来嘛，对吧？对，因为这里也出现过决赛圈，只是说概率从这个圈型来说，现在看下来就是这个圈型不太可能。是的，哎呦，这边悟空过来，哎，又送上来，这个接的就很轻松了啊，先直接放倒。完了。小凯赶紧把黄一鸣给补掉，这个人守楼，小左忍不了，冷静一下，先丢个雷。哎，漂亮，准。但是一鸣掉了，很亏，我觉得其实，因为他先手就打了三个。是的，好亏。只能说美中不足吧。嗯。用黄一鸣的我右的看，反正。对。我近点小鬼放倒了楠楠。嗯。哦，这个距离还可以啊。十七跟 New Happy 的互相淘汰的数量在这次夏季赛里面是很多的。我们看这边还手上还有一个表，嗯，十七淘汰 New Happy 是四十次，然后 New Happy 拿这个炮楼这位置也还行。哎呀，再掉了一个，嗯，还没来得及。他主要是他那个上楼梯的位置很尴尬，对，正好露在外面。你看这个怎么上楼梯啊？二楼上不了。是的，哦，这里天霸了，对 GFI 来了波夹道欢迎。嗯。这边的话，天霸也是想把这条马路给守死啊！哇，过去了 ，JFI。这个三层楼进去了。实际兽那边也是被 Kid 给打掉了。对，他也是在往里扎的过程中被扫下来了。嗯，要还的嘛，上一把没掉，这一把终归要掉的。对的，他这个点位的话确实有点难进啊 ，XCG 把边缘都卡死了，只能也是扎一步。对，另外找一有人了。啊！撞到了这边，哎哎，小左帮我打了一个，进了隔壁超市，哟，进去了。蛋糕房，嗯，可以，这还有一个消防。除了邻居有点多以外啊，哎呀，这几个人摸过来有点厉害啊。SMS 上一把被吃了 New Happy， 这一波就反正别的不知道，你有这个点位肯定会拔掉，啊。是的。SMS 现在剩下兄弟的这个位置有点尴尬，点有点急，嗯，是，所以 SMS 其实也是一直在找前面的女孩笔，然后这个信息跳出来了，烤鱼倒了，开始动车，接一手兄弟，好，有出了信息以后直接过来想挤一穿二吗？我明明反打一个玄子啊，七五也在背后被 TMA 给怼了一下。是的，这一片的话 TMA 应该是优势最大了，直接全员压进。劝一劝啊，对不对？是的。UAP 这波打了波药然后再出来，确实是让人有点意想不到。嗯，这个雷指向了明明，但是幻神由于血量太低了也被炸倒，然后露露跟上的雷炸倒了明明。周品言只能溜了。又只剩下了周品言。到厕所里面先混一混。好了，只能等了。哎，门口有个溜背镜。还有个药，看不见，不能看。这个时候多盯一眼，都要出大事感觉。哦，这左上角的话 ，FM 过来，这个减员有点厉害呀。小鹿还在扶人，扶起来了。哎呦，这旁边也在抽，天霸也能抽到他们 ，FM 被淘汰。那 DDT 算是占下了这个山头，但是 G。这没办法了，嗯，就是圈外的兄弟们这波不扎城内是肯定毛的搞，这就是为什么刚才说，嗯，他因为他现在我感觉可能是处在一个防守的位置，所以他想等对方主动进攻，他觉得他的位置好，你看直接放倒小海和幺幺二，这 DT 还想过来看看，结果大哥一枪直接把他打退，对，但 DT， 哦哟，
天地地这里倒了有点尴尬。是的，看宁家了，宁家对方露露只有一丝血，他也不敢越过危险线啊。是的。另外一边的话，林树也是打掉了骄阳。哎，扣的幺幺九出来可以捡个漏。嗯，高兴还能扶。哎，脸上这个压皮，哎，这肯定要补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必须补了。这、露露过来跟宁家单挑。哦，在扛人。他在远处有一枪。好气。是的。被抽了几枪，不然的话他真有机会打两个。是的。就拿两分。哎呦。哎呦，一虚了。哎，正中脚下。哎。跑出来。漂亮。天天下惨了，听到这个雷滚地的声音，咕哩咣啷的。嗯。他其实就能开发出他无限潜能嘛。是的，是的。好，来了，天把打天路的这个炮楼，一楼是 CCAC 小六，哎，这个雷扔的有点刺，这样的话自己还第一时间回不到这个炮楼里面。烟雾弹里面玩了会儿捉迷藏，萨萨二楼已经被放倒了，奇奇也被放倒。是，哎呦，但是匆匆进点的话，把小唐也给打掉，直接补。是的，匆匆这边先拿分再说，出来还要再找得分的机会。是，崔七一趁着烟雾还在扶七七。林树在架这个二楼的窗口，嗯，好，架住了。这是由 two tap 拿掉 CC 幺零八的人头，看到这个直死的信息，也知道近点没人了。是的，捐了一个堂弟弟啊，打得有点磕磕绊绊，但这个位置还行，还是拿下了，而且。嗯哦 ，DDT 这边也要过来抢 FTI 的收费站吗 ？Monster， 必须往前点，看一下老君。嗯，哦，原点小左出枪，怎么哪里都在打？这分对，可能刷伤害呢，是吧？哦，这个旺仔血量很残，小心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而且这个火会连着直接把它淘汰掉，它会连烧。嗯、是的。哦，但是旁边林树啊 ，K 下了这一分啊，这个好多打工仔呀、啊，场上这一局。是的 ，XG 也是从山上猛虎下山要抢这个收费站，哇，这个收费站是真的抬不起头来，太漏风了。这波气势拉满了，现在的话 ，FTI 只剩下了 Monsters 一个。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他从厕所门口拉出来，我说这么勇呢？那有点太莽撞了啊。是的。这个圈又往北部走了一点，天霸这个位置感觉。有机会啊，嗯 ，XCG 当然也有机会，因为现在是这样的，城里面虽然不好局了，哎呦，这里也全被烟雾给挡了，呜、哦哦，小鬼，抽烟喷一下，再丢个火，封一下入口，在门口再丢一个，但是对方正好冲进来 ，Summer 喷倒一个 ，Summer 也换了喷子 ，Summer 吃到李构斯一个雷，李构斯的身上烧着火。李哥哥这波进点有点东西啊，我说实话。守住了，守住了，硬踩火去救队友。哇，摁住兄弟，这能摁住的吗？锁，德锁，知道你是最后一人，先丢火，封路，还有雷吗？哎呀，外面两个兄弟都倒了 ，Monster 活下来了，你敢信？天霸所有的雷全部丢给了 XCG， 终极保镖，终极保镖，我的天哪！哎 ，Monster 想出来拿分，他想出来拿分，结果没有想到，我们应该一直架着他，直接爆头打掉啊！是的，那这样的话 ，XCG 也只剩下最后一人，天霸直接拿下这场比赛，天霸现在。是处于一个上帝视角。哇塞，这就是季后赛的天霸吗？是的，总冠军。他已经烧起来了，你看这个分数蹭蹭往上涨，而且他这一局是旁观者。是的，上帝视角。哇，这边 Pero 又被打下来了，这个位置只剩小左一个人。是的，连吃两颗雷。那十七要对小左这个地方发动一个突袭。是的，这个时候已经时间到了啊。嗯。全是喷子，小弟在二楼架，在这个圈，时机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。直接冲下来了，喷掉了小左。三对 PK， 天霸现在是上帝视角，梅花桩就在天霸的脚下。是的，三三三。不能选，直接十刀封门，打了一个。牛逼，还有后面还有树，我架着的，他去围墙救，我有雷的。那就让他救。我能干，我能干。直接倒一个，我就丢了天下地的雷。啊我要回下一个，我下我封烟的线，我看着时间这边 ，OK， 我封烟的线。几枚枪有天涯技了，几枚枪。我在看右手，我在看右手。对，搞一个天涯技 ，OK OK， 赶紧回家还有一个。哎，十七可能再进点树，要么烟里，小心点。我人火了，该是的，我在看右边天涯技。该是的，赶紧还在。
在哪？右左边有两两只双枪。我在两个，还有什么？右边有没？在哪？今天呢？多一个，多一个，今天一个，今天一只。丢个上，我先后面，我先后，我先后。等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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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我烟上，我能帮我下。我在左边，别急。你说好，说好，说好，右边说好。说好，说好，左边说好。加石头，加石头，来来来来来。